每年七八月份就是大朋友小朋友最喜欢的暑假，而演艺圈的新爸新妈们当然也没有闲着，趁着工作空档带着自己家的小宝贝出去旅游，享受甜蜜的亲子时光。艺人佑胜虽然之前他在网络上PO出帮女儿盖尿布的照片引人喷笑，但不得不说他真的对宝贝女儿蕾蕾爱护有加，前阵子还全家一起到墨尔本旅游呢。他也常常在社群网站上PO出带女儿出游的影片，还会亲上字幕，真的很有心哎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走啊，甜没关系啊。蕾蕾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怕怕的，这位少年好像就勇敢了许多。轻轻摸。我公猫很疯。不仅是毛小孩，就连有些大人都会害怕触摸的马，这两个小兄弟感觉也不会害怕耶。佩儿与范范的两个小娃儿飞飞想想，自从学会走之后活动力也跟着变大了，现在夏天这么热，飞飞想想还玩起了北极版的天庭。而说到最会带孩子出去玩的新妈，怎么能少了国际巨星小 S 呢？我们要出去玩了，去去游台湾。国际巨星放下工作之后，便回国际母亲，带着三个女儿上山下海，到处玩。女儿的名气也随着妈妈的日常贴文水涨船高，小 S 也说这次台湾行下来，她发现女儿竟然开始有了大头症。这次带我女儿去台南玩嘛，然后徐老三就偷偷跑过来，这样坐在我腿上说，妈妈，刚刚有一个那个阿姨跟我招手，说所以嘞，她说我觉得她应该是我的粉丝。我说什么啊，看来徐老三的人气真的越来越高，台湾北中南都有粉丝了呢。等一下，你们先不要叫，你们先不要叫，你们不要叫。